My God！我们一起来洗马桶。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i， 今天又来了。我们这次一样要开箱厉害的小法宝，就是厕所马桶清洁剂。好，继上次这支影片，大家看一下 3M 的厕所马桶清洁剂有非常好的回响。这次呢，我又买了一款新的，因为上次太多人问我在哪里买的，那这一次呢，听说这一支非常的厉害，然后我帮大家有找到，就是台湾有厂商可以订货，那我们就一起来瞧瞧这支的效果如何。那因为我上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强调它是四合一，然后这一款呢是海洋的味道，它不会臭，就是没有那种刺鼻味，然后又不伤那个像马桶的那个釉面，然后呢它包括尿垢啊，还有像铁锈都可以完成。那我们就来去看吧。好啦，我们来到厕所了，香香德国的厕所清洁剂，它包括小便斗、马桶跟洗手台都可以做使用。但是有别于上次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次我不用戴口罩了，那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刺鼻。好，但是呢先稍微提醒一下，它一样是不可以用在像是铝啊或者是大理石这种容易产生化学挥发反应的材质上哦，所以就是针对像小便斗、马桶、洗手台是可以做使用的，那其他材质需要看一下上面的注意事项。接下来会有马桶脏脏画面，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好的，这是为了拍这支影片呢，这个马桶总共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不去刷洗，那它就是会有一些尿垢。那你会发现它的黄跟红啊，其实是大楼水塔里面的会有那种铁锈。对，所以我们就是来做这样子的实测，看看这个效果如何。那现在事实证明呢，这个清洁剂它非常强，不刺鼻，那我们是在这个四周可以这样子，它蛮容易直接喷到最上头。那这个静置的时间呢是5分钟，那最久可以2个小时。好，你都看一下，真的有点恶心了。那这个马桶呢，就是家里访客不能使用。对，就是我朋友来，我也不给他用这间厕所，那我们就规定说，对这个厕所要拍实测影片。好，我们就来瞧瞧吧。那通常呢，清洁剂用完，我都会用刷子，它均匀的，就是都有喷到。你看，好，都把它沾到，然后就静置等待。到底哦，看一下，就是刚刚原本你刷起来的尿垢、铁锈。好，我们来快转洗刷画面。哎呦，洗好了，是不是非常的干净？真的很不错。平常的定时清洁用这罐就非常足够喽。好啦，我们这次已经洗完我们的马桶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它效果，这支德国色一的清洁剂效果真的非常的好。那我这边呢有看了一下它官方的资讯，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它是马桶四合一强力清洁剂。好，那稍微讲一下，它主要是快速去渍、除垢、去黄、不伤釉面，也清香不刺鼻。它最主要四合一是防止尿垢、石灰盖、污垢还有铁锈。好，我觉得它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好，那这边的话呢，提醒大家，如果因为这支真的还蛮便宜的哦，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清洁的话，我觉得用这支就非常足够。好，如果大家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帮我按扫描这边的 QR code。 好，不是我在卖，这边就是我帮你们跟厂商订购，可以直接寄给你们，因为这里我也是跟他们买。那今天这个马桶是完全没有使用任何的清洁剂，在这3个月里面，那完全是从水塔下来的水直接这样去冲洗，我都没有去做任何用刷子去清洁马桶内部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好，就是为了实测。那在这个3个月的累积污垢的尿垢的过程中呢，我就想说去比较几支看起来市面上评价比较好的马桶清洁剂，所以于是我找到了这支。OK， 所以这支也是有中文标识的，所以大家购买呢都可以很安心，不用担心。那你就可以扫描 QR code， 然后可以加到我的 LINE， 然后跟我说，然后截图我的 YouTube 也可以，然后跟我说，哎，你要几瓶这个？这瓶
宜哦，才100多块而已。OK， 好，所以大家欢迎订购，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然后想要我开箱什么类型的呢，就可以帮我在底下留言，好，帮我按赞订阅，然后加分享，然后记得帮我留言哦，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好了，那我下次影片见，拜拜。